考前的清理战术。哎呦，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啦，我都还没有念呢。你这样子都没有念？靠，不懂啦。哎，那你们嘞？我啊，昨天打的考试成绩，今天啊就靠他了。哼，原来就是你啊！你不会跟你自己的，走开啦。哎，我把所有参考书的出题，与十年前出过的考题都写了一遍，希望有用。考后的检讨。哎，你考的怎么样啊？我嘛，阿娘喂，发考卷了，丢人哦！老师，你是不是发错考卷了？啊 ！Somebody help me！那你呢？我呀，考试成绩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相信直觉。说我是不是应该去对个发票呢？看样子，那你也不妙嘛。不知道他考得如何耶？我才写完考前复习了。美呀，哎。他的考卷怎么没交？命运般的捉弄。林昭翰46分，谢宝轩71分，睡着了还能及格。看来这还是智商决定一切的世界吧。陈志全 ，Oh my god, Oh my god, 86分。虽然看错科目，不过事实证明我可是实力派啊。朱建威94分。我的努力呀、啊，果然值得肯定，但我的直觉啊，果然更值得提升。烦呢。有些事你要知道，有它就聊。麦香有力包，有力喷发中。